首先用少量的 Cloth Tape 放在手背做准备，然后在头顶的位置拎少量的头发分开两份，在鬓边的时候逐少加入发泥，效果会更加容易控制，将头发以相同方向扭，再交叉叠起，然后拉松鬓边，另外一边都是一样地做，用橡筋绑好，最后将两条鬓边重叠绑上橡筋，那就完成了。